据环球网9月23日援引法新社消息，柬埔寨当地政府一名发言人当日证实，一艘载有41名中国公民的船只在柬埔寨海域倾覆，18人获救，其余人失踪。柬埔寨当地华文媒体称，柬埔寨警方称在22日收到事发通报，目前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。